团董事长呢是台湾超临界流体协会的理事长，流体协会的理事长，要萃取这个成分啊，这个自然物质的这个成分啊，超高临界啊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技术。希望各位学校的年轻朋友啊，还有校友啊，是不是大家想帮着想一下？我一直觉得，不管多困难的这个环境，自己要走出一条路出来。我们不见得去跟成大一样，也不见得跟这个台大一样，没有我们的特色。我们今天呢、啊，怎么把南台的特色走出一条路出来？我们当这十条，那这行李要把它弄清楚，这样才对。这行李有当天你当初创立的时候，五十样不是你有心的，你不知道。啊，如果等到某一个阶段，你本身自己要定义，你就要转型，不转型是不行。